吃不饱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个怡君如果开心，爸爸妈妈就很开心，一路拉拔他，疼惜他，然后呢，非常的珍惜我们的怡君，让我们怡君呢，哇，真的是妈妈好会生哦，生的怡君这么的漂亮，这么的可爱，让我们亲朋好友对他是人见人爱。所以怡君呢，要来告诉爸爸妈妈说不用担心哦，因为怡君呢找到了一位好伴侣，相信呢，玉轩呢未来会跟蔡爸爸学习，当一个好爸爸，当一个好老公。当一个好丈夫，也希望呢怡君呢要来跟爸爸妈妈说放心，接下来我跟玉轩会手牵手好好的来孝顺你们两个，而且他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幸福美好的未来，让爸爸妈妈放心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怡君也要特别来这个花束要来送给爸爸妈妈。好，来，那我希望怡君呢来跟爸爸抱一下，因为怡君是爸爸的掌上明珠，爸爸真的非常非常的疼爱你。好，那新郎官就要来抱一下妈妈咯。对，哇，我们这个淑娟姐妈妈是非常的疼爱的女婿，人家说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满意。好，接下来我要麻烦呢新郎新娘赶快转过来哈，否则等一下呢蔡爸爸会骂我，他已经快忍不住了哈，等一下流眼泪会扣我钱哦。好，来接下来呢，哇，来哦，这个翁妈妈哦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哈，这个玉轩呢又有话要对翁妈妈说哈，就刚想妈妈这样子哦，阿妮一路拉把他长大，阿改教育个这样好，阿个生个这样这样仔哦，感谢妈妈把玉轩生得这么的帅气。然后今天呢，才有这个能力跟条件，哇，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这个美丽漂亮的怡君。啊，玉轩要来跟妈妈讲，讲妈妈，你免烦恼，免放心，我即马呢吼，娶一个呢吼，最好的媳妇，最水的某，要来做伙来跟你友好。啊，你希望讲妈妈，你得爱放心，将来的日子啊，要来一起疼惜怡君，好不好，妈妈？接下来呢，玉轩呢跟怡君呢非常诚心诚意啊，一束花来送给妈妈，那希望两位抱一下哦，妈妈好吗？哎，对，是，好，好，相信呢，我们玉轩呢将来未来的日子呢会牵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怡君，哇，希望在我们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这个见证之下，一起来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，让他们会在能够走得更顺利，能够非常的幸福美满，好吗？掌声在哪里呀？来，给我们一个感恩又幸福祝福的掌声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进行呢，哈，邀请我们长官贵宾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邀请呢，那南屯新代天户哈，来杨家点那里好 Hanson 中干事来为我们祝福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欢迎哈，那南屯新宅天户哇，今天来了两桌哦，满满的两桌哈，来给我们满满的祝福。下面杨香姐来中干书，来欢迎中干书哈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哇，我们这个陈思雨，我们的公安组长哦，也带领所有的组长莅临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要么叫第一人要交给主席就好，嗯，好，在座各位，这个传家翁家，或者好亲戚、好朋友哈。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咱今仔日这个比赛歌吼，啊，伫遐行，我都拄咧人看，真正沿途啊骨，就真啊好咧吼。啊，伊前面咧是服务厅，破咧，诶，这个门脚的吼，是咧当我们的保姆啦吼。啊，我来看下咧吼，他的前途无限。好、哦、啊，咱这个新娘是蔡冠秀阿伯的这个祖孙哈，阿坚下的祖囝啦，哈、哦，长得很清秀，真的会使讲真好的一对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今仔在座各位交小弟小讲哈，总是来这里来祝福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先祝福伊早生贵子。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，咱拍一个头啊！哈，来用一个恭喜祝福的掌声，谢谢。这个专属阿伯，伊是前面咱南关新店路的上务委员。啊，今仔
会使讲这是咧做因爸爸吼，咧后壁的结果吼。啊，长期来对咱本身大天父的付出，吼，会使讲，咱们大天父的这信徒，伊是会使讲徛伫咧头前，哎呀，其中的头前吼。咱伫这个庙顶才行出来，伫基花的边啊，有一对石狮子大块。迄几十年前，就是由伊来关起，就来到庙内，这个牛马店，迄粒灯炉伊关起，万仙爷迄粒炉嘛伊关起，凌霄宝殿入殿内，哦，迄个拜神的殿啊，迄对灵条嘛伊关起，壁刀、石刀伊嘛拢关起，当时咱现这个。这是做会当去上车，遐个水伊当伊咧关起，所以讲伊对庙的付出，吼、哦，王爷某来保庇，尤其是1983年，人本身做一颗石，叫做台湾第一大石，嘉南科福国庆神吉安和天产石，伊搬着副主会首，主会首才拢是规定。昆仙龙联谊会金牛姐当参与，伊跋着副主会首，等于拄去这金牛以外，伊就是头一首。哦，办个实际上，学起个人拢真赞赏，学昆仙龙嘛拢会感动。所以讲，当时伊为人昆仙特别有付出，伊今仔日伊今日算对伊真友好，啊，伊个身体会使讲。建立健康，甲这这个年龄，伊咧讲话变大堪，哦，恁若有时间有机会交对话啦吼，这款年龄，诶，迄句无简单，所以讲对新人的付出，除去人本身大天赋，来感谢以外，上先讲我不平台，啊，借这个机会邀请大家留言。在南昆县大天宫皇帝，我是南昆县大天宫总干事。不要问，不管是咱开了欢迎各位，阮的这个接触团队今仔都有来哦，今日真慎重哦。啊，而且再多祝福大家，阿妈祝福咱这个新娘关心同关吼，恩恩爱爱吼，啊，家庭美满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哇，再次非常感谢呢。总干事，然后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主婚人啊，尤其带你的南昌红海三行哈，哇，这个负责人，然后我们的转学费啊，对我们南昆生代天府的付出贡献非常的多，所以在此呢，非常感谢我们南昆生代天府用我们佛贤训总干事来带领，再次感谢大家。好，好、哦，转学费啊，转学费啊，吼、哦，他说他呢，好总干事一直欧罗里呢。哦，讲你安尼身体安愈来愈好，今仔穿安尼足少的呢，吼、哦，看我58岁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邀请呢，我们这个啊，咱帮忙哦，咱龙辉，咱来阿明龙周干事，把钱咱请帮忙用美容店哦，来邀请他来为我们这个全家人与双方主婚人来祝贺，来邀请我们现场朋友来，请给我们热情的掌声，来欢迎我们北门龙辉，我们的洪明龙总干事，谢谢。啊，今仔日啊，这个阿官啊，阿健啊，吼，啊，甲新郎新娘齐聚，啊，现场啊，各位亲戚、各位好朋友，也就是蔡家甲安家来自台湾各地的亲戚啊，甲贵客，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较早吼，参加阮阿官啊吼。这个喜宴啊，甲阿健阿在结婚啦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明龙姐啊，来看阿官啊的祖囝，阿家己囝婿伫咧结婚啦。这种心情啊吼，啊，骨力上的欢喜啊咧。阿官啊，我讲官啊啦吼，官啊就是新娘的阿母啦，阿健啊就是新娘的阿爸。阿官啊做囡仔吼，够乖啦，伊是一个。真标准哦，我饭大即个好祖辈安尼，啊，计着囡仔即个好囝婿，啊，今仔日
啊，囡仔甲官仔这个组件啊，生做非常的标准，会使讲看起来啊，秀中啦吼，啊，这个这个颜吼，啊，搁再好安尼吼，标准的一个水族音啊，啊，甲看起来竞赛啊，英俊领导吼，很好啦吼，啊，一个标准啊，欣赏一个少年家。这对新人的结合啊，唔忘伫咱现场啊，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啊、各位亲戚好朋友，大家做伙甲伊恭喜一下，日后一定是咱大家上届人生、上届娱乐的模范阿婆，大家讲对啊对？对。那对我拍一个模范。来掌声哦！啊，新娘新郎啊吼，啊，而且我着真慎重啊，苗龙一公啊吼，啊，免祝福你，会当。相相对对啊，永远富贵啊！同时嘛，要强强传家啊，甲安家两家两户进步发达啊！而且借用这个机会，感谢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亲戚朋友，对阮囡仔甲官啊的这个牵绳啊，甲指导，多谢您努力。最后祝福大家身体永健，健康久长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哇，在此呢，非常感谢呢，来北门哦，我们农会，来我们农总干事给我们满满的祝福。那我们今天主婚人呢，哇，我们这个席间嫂哈，我们淑娟姐，我也叫她淑娟姐哈。来，这个她的爸爸呢，在我们北门呢是个大望族哦。这个可以说是画最的给打，然后所以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呢，哇，我们这一个淑娟姐，所有北门的乡亲亲朋好友，非常欢迎你们莅临，感谢大家对我们怡君还有玉轩的疼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总进酒。